是你整天说喜欢我，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表示吗？什么表示啊？比如送小妮子个信物什么的。啊，你想要什么信物呀？哎，这个愿望脑袋，比如一种代表爱的石头啊什么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来，你把双手伸出来。有人再想想，就是那种 bling bling 会发光的东西。 bling bling 发光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想到了？哎，我要送你一个太阳。哦，不要。但是好多火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打住，停 ，stop， 不要再动手了，行不行？我错了。不，你没走，是我错了，好吗？啊，你错哪儿了？